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想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心在哪里的故事。前面佛陀问阿难：“心在哪里？”阿难说：“心在体内。”结果被佛陀驳斥。然后阿难说：“佛陀啊，既然心不在体内，就应该在体外。”佛陀说：“也不对。”因为我们的身心应该相知，这一点大家都有经验。当我们身体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感知到；当我们的心情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也不会静安。因此，身和心应该是在一起的，应该是相知的。如果我们的心在体外的话，就好比我佛陀一个人吃饭，而我身边的大阿罗汉、大比丘们，他们也能感觉到饱，这个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。因此，你阿难所说我们的心在体外也是不正确的。我们和佛一样，都有一颗佛心，都有佛性。这颗佛心周遍法界，不生不灭，一直都在那里。而我们凡夫的妄心，随因缘而生，随因缘而灭，是没有自体的。因此，不论阿难说他的那颗凡夫的能分别的心在哪里，它都是错误的，因为这颗凡夫的分别的心是没有自体的，是随因缘而生，随因缘而灭。感恩和大家分享。如果您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想法的话，请 email 花言USA@gmail.com，美国国际华严会纽约讲堂。阿弥陀佛。